吃吧。我知道，我心里都明白。我吃。舒山，你这嘴怎么了？这儿，这儿，哪儿？啊，舌头那儿怎么了？舌头啊，这儿怎么了？我咽下去，听话。我知道你跟铁龙心里一直情着我，这我就知足了。我这辈子什么都不要了，听话，咽下去。第一次对我这么温柔，记住了，把那肉啊挂房檐底下悬着，听没有？记住了。行了，回吧，啊。日子不能总这样，慢慢熬吧。有我和铁龙挂着你。什么都不用怕，啊！车到了，雪山的旅客拿好自己的行李。来了，全来了。这臭老娘们我这是喝水喝多了，都怪我，让你受苦了。你都说什么呢？秦凤，你放心吧，我肯定会让你好起来的。干什么呢？哎呀，你别打搅我，这上面空气很好，我考虑一些事情。同志们，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，我们青年垦荒队要利用年前年后这段时间暂时做一下休整。大家暂时先回到自己的城市，连里给你们发放粮票，什么时候回来，听从号召，愿意留下的，连里欢迎。我说的就是这些，散会。金花，哎，你来一下。
我看妹儿啊，病得不轻，咱这个医疗条件又跟不上，你们两个还是回鞍山吧，别把它耽搁了。嗯，手头没钱是不是？我这还有点，待会儿你就带着。不是团长，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你也抓紧时间收拾收拾，我送你们去车站。 慢一点，往里一点，孩子。你们俩给我听好了，回去以后啊，和老的好好相处，把病养好了，我等着你们回来。团长，您放心，我们肯定回来。要是在城里能站住脚，饿不着肚子，不回来就不回来吧。 我们这辈人呐，生生死死，屈灾八难，什么都见过，什么都不怕。可是你们这茬小人啊，怕是撑不住。你们还很年轻，不管有多大罪啊，让我们这辈人吃了吧。我们这是老骨头架子，不知道哪一天也就散了。只要你们旺旺兴兴的还在，那就值了。那坐好了。 团长，您别这么说，我们肯定回来。就算饿死，我们也要在一块儿。你们老一辈的替我们吃罪，这样不公平。行，你说我们这个年怎么过啊？ 你说吧，我保留否定权就行了。不管怎么样，这是我们结婚之后的第一个年，哎，无论如何，也要过得像点样子啊。你就说怎么过吧。好，我们是南方人啊，跟这个北方人啊过年不大一样。可是我呢，还是打算入乡随俗。所以呢，你看啊，除了正常的守岁、放鞭炮、贴贴窗花。 吃吃水饺还是有必要的啊。嗯，恩准了。嗯，好。哎，压岁钱呢？给谁压岁钱？我呀。谁给你压岁钱？你呀。我给你压岁钱。啊？那应该是长辈给小辈的。对呀，你比我大，你就是要给我压岁钱的，不给不行哦。 好，就给你一块钱，哎，1块钱啊！啊，已经很多了，没有这个预算的啊。好吧，好吧。抠门。哎，行了，啊，这样啊，初一应该去拜年。嗯。我们在这儿没亲戚啊，院子里的邻居呢，我们一定要拜到啊。除此之外呢，领导家还是要走动一下的。 领导家也要去啊？哎，这是礼数啊。哦，嗯，好吧。嗯，那初二呢？初二，我来掌勺，你给我打打下手，我们坐上一桌子的好菜好饭，我们关起门来过个小日子，好了。好呀。哎，哎，我们不用请邻居的吗？请不起啊。哦，也是啊。 以后有了条件再说啊！就是。嗯，初三呢？初三应该回娘家，我们逛公园。你说了半天，我过年的新衣服呢？家里没有几尺布票了，没有计划。那怎么能行啊？过年没有新衣服，那哪叫过年啊？ 你看，急了，急了，急了！你看，看又急了，哎，我早就给你想好了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把你的旧衣服交到我边立明的手上，我剪吧剪吧，裁吧裁吧，染吧染吧，你再穿出去。
保准要比你的新衣服穿上去还要风光。真的？哎呀，哪个骗你啊？你看，这是我给你设计好的图样。喏，多新潮啊，多流行啊！还真的很不错啊。哎，你还没标尺码呢。哦，那现在就量。后背。看看衣长啊，嗯，再看看腰围。霞，嗯，你身材真好，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迷住了，你终于属于我。嗯，好了好了，你不要这么黏糊了，我们说正经的啊。好，现在不是黏糊时间。嗯，你说我们过年的时候总不能每天待在家里吧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新华电影院春节放映计划单。哎呦，这么多电影啊。嗯，你看这么多电影里面我们看哪两场好呀？你想看哪两场？嗯，上尉的女儿又开始上映了啊！我还想再看一遍。没问题呀。另一个，嗯，我就要看《基辅姑娘》。没有问题。怎么都是苏联片啊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我们还是看国产片吧。哎，好好好，哎，就依你，就看这两个苏联片好不啦？那这样吧，啊，我要看一个苏联影片《基辅姑娘》，基辅姑娘，另一个看国产片，看什么你说了算。真的？再问就没有了。那我们就看这个，万紫千红总是说好了，哎，上海的海燕出品，好了，你说了算。哎，那这样就好了，这样最公平。吃饭。再忍一忍啊，快了，快到医院了。什么病？什么病？还不是饿的。饿的？我说你这大妹子，怎么会饿成这样？都是一样的芝士糖。再说了，队里不是每人分了两袋地瓜过年吗？我吃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两袋的地瓜，也应该吃出个地瓜膘来。他也不会瘦成这样，被人偷了。那。是没放好，烂了。哎呀，咋回事？倒是你说话呀！我送到城里，给孩子他爹吃了。给他吃了？哎呀，他怎么下的眼吃你的口粮？这也太不长心了。我骗他们，说是从地里抠出来的。哎呀，你呀，叫我说你什么好？你对他这么关心，可我就从来没见过他来看你。你这男人呐，够狠心的了。哎呀，哎，怎么样？那平路改造进展怎么样了？不顺利啊。啊？你呢？完成差距怎么样了？一样也没搞出来呢。哎，不管他了，今天大年三十啊，不提他了，走，回家过年。哎，给我来个罐头。有票吗？
有票吗？让我看看。带票了吗？一斤白糖。没有啊。没带票，你跟我进来干什么呀？那你有票啊？我没有。那你让我跟你进来干嘛？对联不要票。来，接副对联，过年得有个过年的样。你给我来一副。我不买，我回家自个儿写去，想写啥写啥。那我也不买了，我求你也给我写一副。我的墨宝老值钱了，你想白使唤？你怎么会白使唤呢？我用那翡翠烟嘴，我让你抽一晚上。那可不行。喝上，整个正月里都归你使唤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买两张红纸。买两张红纸。哎，铁龙，你先忙去吧，我呀得串个门去。你忙你的。啊，正好我也有点事儿。哎，别忘了给我写对联啊。放心吧。慢点啊。累了，到了。慢点啊！我大妹子在家好好歇几天啊！谢谢你啊，老大哥。嗨，别说谢，到了我们这个村子就算是乡亲了，应该的，应该的嘛。啊！哎，大妹子，对联。我差点忘了，谢谢了啊！哎，别说，回头。老田大哥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哎，大队部有你的电话。谁来的？是个男的，没说谁。是你男人吧？走吧，我给你捎过去。哎。哪一位？是我，杨寿山。
是你男人吧？喂，你找谁？韩麦草。啊，他在这儿。还是你的电话。哎呀，今儿个这是怎么了？哪一位？我，上铁龙，是麦草吗？是，我声音一听就是。是我。麦草，那也没什么事啊，就是想告诉你一声啊，你送的东西都收到了，按你的嘱咐做了，大家伙都感谢你。这不是要过年了吗？哎呦喂，天快黑下来了，你赶紧写吧。没人研墨怎么写呀？那你看，求你写几个字，瞧把你给嘚瑟的。你不就会写几个毛笔字吗？你，得得得，我不嘚瑟，您写。这不是说个玩笑吗？好，老爷，老爷，啊！哎呀呀呀呀呀！你轻点行不行？轻点儿！你那哪是研墨呀？那是推墨呢！啊！轻点儿，劲儿使匀点儿，一个方向慢慢的，别研起墨子来。哎。拉黏了，啊？凑合使吧。先写我的啊。啊？嗯。哎。
这是我的。哎，怎么样？啊，我这个写的还尚可，相当不错，寓意很深刻。风雨，哎，你看明白了？嗯，朦朦胧胧的吧。哎呀，这风雨有晴是做到了。嗯，哎，这飞雪无悔了吗？嗯，我看还没有，还真的没有。哎，好了，你这该给我写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哎呦，哎呀，不行了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这脚冻上了，痒痒的很。哎呀，我得脱鞋挠挠。哎呀呀呀，痒死我了！那不脱了挠挠吗？你看我这一手墨汁儿，我能脱鞋吗？真是。那怎么办呀？要不你帮我脱鞋挠挠？什么？我帮你脱了鞋挠脚丫子？啊啊！亏你说得出口。那这脸恐怕就写不了了，今儿个。哎呀。写不了，我到商店买去。去吧，商店这会儿早就关门了。杨寿山，你这个啊，我老奸巨猾的老东西，你这是挖了坑，你要买我是不是？哎呦，哎呀，全当拉扯孩子了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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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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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哎，哎呦，哎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哎，使点劲还挺舒服，你别说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老沙，你还别说。你还真会伺候人，哎呀，挺好挺好，再往这儿，再，哎哎哎，好，哎哎呀，行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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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行，我可以给你写了，可以给你写了，帮我穿上。哎哎好，哎呀，哎哎好，哎呀行了，再提一下。哎呀，可以写了，来，可以写了。嗯，哎，嗯，错两句词儿啊？你这个我不太在行，你给点缀两句。不用点缀，嗯，有两句现成的。哎，那嘿，是，听好了啊，嗯，上天言好事，啊。下联是呢，回宫降吉祥。哎，你把我当灶王爷了？不，我整新词儿。整新词儿？啊？整新词儿得耗费我的脑细胞，知道吗？嗯。这得动脑筋。嗯。思考。我这人有一毛病，我这一动脑筋，一要思考的时候。我就必须哎沏上一壶浓浓的好茶，你这样呢，你才能够通气儿啊，有精气神啊。你怎么？别，你这样我才能够有灵感呢，啊？要不老年家帮我沏一壶好茶来。哎，我去！哎，灵感还来了啊，来了。
血流滚滚，须眉方显龙虎气。来，麦浪滔滔，巾帼又成草木心。上我这儿来吧，我还有瓶酒，今年的除夕咱俩一块过了。行啊，来，南北。菜少了点儿，不少了，用不了。说梦话呢你。行，哎，我说用不了就是用不了，你等着啊。一人一根儿，挑着吃。哎，我说你可真有办法，你。我给你示范一下啊。哎，哎，哎，这上有一皮儿，有皮儿，我先给粘了。行了行了，那就算一块儿，你先挑。我来，我试试，我挑挑。那好了啊，这叫什么你知道吗？嗯嗯，这叫挑福。哎，走。还挺会整词儿。嗯。哎，行了。真是的，来，你行，就着味儿。来，哎呦，过年了，过年好，过年好。哎呀，哎，拿来呀？干什么呀？不都在这儿呢吗？你等会儿吃，我那翡翠烟子儿。哦，对了，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看着没有？一路。烟沫都给你装好了。抽吧，够意思。哎呀，真是，使劲做，味道就是不一样吧？那是。阿七，阿七，你怎么回事？这是？哎呀！哎呦喂！我忘了告诉你了啊，那里边我掺了点辣椒面。嘿，你个土八路，你敢钻我呢？哎呦呦呦！哎呀，红烧肉来喽！来，吃肉。你真行，德九。来，自己来。金发。这红烧肉啊，它得细嚼慢咽，你越嚼越香，就这样。是不是？真香。这个太硬了，刮嗓子吃不下去是不是啊？哎呀，那吃不下去就先不要吃了。来，我。哎，
我想起来了啊，这个时间正好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播送越剧《楼台位》。在掉金豆哦，可怜死了哦。你还甭说，老杨，嗯，你这肚子里还真有点墨水，嘿嘿，啊，有水平，就那两副对联写的，嗯。不过贴在我的门上啊。稍稍的觉得那心里头有点那个，有点心里不安。你有什么不安的？哎，你要是心里不安啊，你就是心里有鬼。行行行，咱不说这，不说这。嗯。哎呀，今后没来信啊？没有啊。门呢？也没有。甭管他们了。嗯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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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了？你那么吃一只鸭蛋，一会儿就吃没了。不行不行，你看你这一筷子挑了多少啊？啊？你刚才那一筷子也挑了。是谁嘛？你看看。不行，这么着不行，改。用针吧。哎。哎，这就行了。我先试试啊。嘿，挑那么大一块。尝着尝着，还真有点油了。你这这这这，哼，鸭蛋黄全叫你给吃了，是，上气了吧？咋样？哎，得慢慢吃。这鸭蛋啊，得就这点酒啊，喝到天亮了。怎么了，铁龙？怎么了？净说咱们日子艰苦了。乡下的日子更艰苦了，也不知道麦草过得怎么样了。电话里说的挺好，他能说过得不好吗？雪无悔，迎春到。春回大地，你看人家把主席的词都用活了，难怪是。哎，铁龙，过年好！厂长过年好！来来来来来，让厂长过年好！过年好，过年好！厂长过年好！过年好，过年好！哟，别谦着点了。过年好！铁流滚滚，须眉刀剑龙虎气。哎，麦麦浪滔滔。巾帼又成草木心，哟，这铁笼跟麦草都嵌在里边了。团长，你的笔记啊？没看出来吗？这是老杨的墨宝。哦，难怪难怪呢。词儿也是他错。真好。来吧，来来，放放放放。哎，来来来来。爹，杨叔，过年好。
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没事儿。金虎哥，背我回家。哎，回家。哎，在你家属家坐坐，意思意思就行了。一会儿上楼来，爸在家等着你啊。哎。杨叔，你说呀，我妈呢？我们两个离了。厂里精简人员，你妈妈被下放到农村去了。啊？我妈被下放了？那我得看看她去。缓缓吧，给门看病要紧。你说呢？一个笑就把我给打发了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，讲两句吧。你小子要是再不说话，老子可要揍你了。不懂事儿，今儿个你怎么解气怎么来，拿不拿菜刀啊？你就别扯那个了，来吧。老板太紧，我忍不成这样了。对不起你，几年不见，你都变老了。妹儿啊，不说这些，回来就好。当年啊，都是尚铁龙这个老瘪犊子造的孽，不是他，你们俩能遭这些罪呀？不是他搅和着，兴许我早就抱外孙子了。好了，不说了。妹儿啊，
回来就好，啊，养好了病，咱哪儿都不去。你跟金虎成个家吧，啊。这件事儿，我听金虎哥的。那个西伯利亚的寒流一来啊，卷着那个雪花漫天飞舞，打着旋就往北大荒来，然后再往一路往西去。哎，你要大烟炮的来时候啊，你得顺着风走，双手啊得插在那个羊皮大衣兜里。嗯，你都不用走，那个风推着你，就得往前跑。你要是逆风走，那可惨，你得弓着腰，低着头，这都不行。你得转过身来，倒着往前走，要不然风和雪啊，呛得你根本喘不过气儿来。哎，对，有一回啊，我跟我们老团长去那个嫩江的糖厂送甜菜，回来的时候就遇着大烟炮了。哎呦，那个车差点让风给掀翻了，能见度还特别低，也就是有个五六米远吧。那什么都看不着了呢？然后那个风哈、啊、吹那个树梢上，滋滋的那个声就跟狼叫似的。幸亏我们老团长魏德宁有经验，要不然我们俩，嘿，肯定回不了连部了。哎，你们团长是谁？魏德宁啊，对，我忘了跟你说了，他就是你们那会儿那个山东英雄连的爆破手。魏德宁，对。哎呀，他妈的啊！我找了他多少年了，闹了半天他跑到北大荒去了。嗯。他现在可是我们兵团的老人了，啊，行啊，这回可算是如了他的愿了。这小子他妈的就愿意种地。我告诉你，他可是个真正的英雄，敌人的碉堡在他手里头没少踢腾了。你杨叔让他给害惨了，我告诉你，当年就是我们两个啊，把包了辣椒面的炸药包送到他那碉堡里头去了。可把他给呛毁了，给他说这事来着，这说起来就乐。哎呀，他妈的，这个魏德牛啊！儿子，这回回来别走了啊！我答应了，你跟门啊成家吧。这不行，我们两个是请假回来的，这要不回去了，我们怎么跟老团长交代啊？那还不好说吗？我去封信说说就行。我跟你说，抽个空去看看你妈妈去。她这些年想你们呀，想的都快发疯了。你们进去吧，我们在外头等着。行啊，哎呀，孩子们这回回来，把他们的婚事办了吧。你不搅和了？你这个人，我什么时候搅和过呀？不就说了点参考意见吗？行行行行。不跟你计较，没意思。只要他们同意啊，那就办了吧。他们有什么不同意的？咱们俩都同意了，用不着跟他们商量。抓紧时间，分头准备吧。哼，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他们已经不是孩子了，啊，有自己的主见。铁龙。还是你先说吧。啊，那好，哎，那我就说说啊啊。金虎、门儿，你们两个呢相好也有些年了。以前呢，我们反对过这门亲事。哎，对也好，错也好，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。是是。现在我们可都想开了，儿孙自有儿孙福嘛。哎，我们啊都同意了，你们俩呢可以成家了。老杨，啊，我这话没错吧？没错，没错。过去我们是反对过，啊，那个我们当时也是为你们好，
那也许我们是错了，不过现在我们决定了，尊重你们的意愿。你们岁数也都不小了，是吧？趁着回来这个日子呢，把这事儿都给办了。你们有了这个正式夫妻的名分啊，我们做家长的呢，这心里头也就踏实了。老杨，我这话没错吧？没错没错，这是我们共同的意愿啊。谢谢爹，谢谢杨叔。不过我们俩的事儿，我们还想再考虑考虑。还考虑什么呀？这么些年了，你们俩还没考虑完啊？听我说完好吧。我跟门呢都还年轻，相好的名分早就传出去了。其实这个名分要不要无所谓，在我们心里，我们两个早就是一家人了。最主要的，我是怕麻烦你们。你看你这孩子，这就外道了啊！这个黑龙江的冬天长，这次我们两个回来住多长时间还没打算呢。我跟门商量了，不想在家吃闲饭，想找个临时的活干。要是钱够了呢，就办事儿；要是钱不够呢，就再说。反正我们俩不能靠在你们身上。门儿，这也是你的意见？嗯，是啊，这是我跟金虎哥在黑龙江就商量好了的。那个，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们俩就先走了。有个老中医啊，给门开了个方子，我们俩就抓药去。啊，那咱们走，走。你看他们俩，野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爹跟杨叔过得都不容易，咱们俩再向他们伸手，让他们养着，我心里觉得不舒服。可不是嘛，让他们养着，我这心里也难受。金虎哥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次回来我老想着北大荒，总觉着北大荒才是咱们的家。我有这种感觉，要不咱俩搬出幸福大院吧，一来咱俩能自由一点，二来也能减轻他们负担。好啊，那等咱俩安顿好了，还可以把妈妈接过来一起住。嗯，行，那等抓药，一会儿我回去跟他们说。爸，你都有白头发了。爸爸奔五十的人了，老了。你可不老，在我心里呀，我爸永远都不老。傻丫头，爸爸不老，你能长大呀？门儿啊，这些年你不在家，你麦草妈妈也走了。爸爸实在是太孤独了，白天还好办，在厂子里轰轰烈烈的干工作还没什么，怕就怕夜里啊，这么大一屋子就爸爸一个人，盖上被子，眼睛毛划拉着被子刷拉刷拉的，就好像有个人在说话，那滋味不好受。门儿啊，听爸一句劝，别搬出去。都是要离开你的，早离晚离还不都是一样吗？
你是非要搬走不可了。爸，我跟金虎哥都商量好了，离开家以后，我们经常回来看你。真是留不住你了，好吧，那是由着你的意，只要你们高兴就行。拐弯，哎，上到，对对对，拐弯，拐弯。哎，到了，到了。金虎，哎，就这地方？对，就这儿啊？这儿哪能住人呢？啊？这还行。当年你跟我爹打仗的时候，那这条件算不错的。啊，那可是两回事。我当年打仗那可叫风餐露宿啊，大雪当被子，石头当枕头。你杨叔可不一样，他哪能住这个呀？人家打仗的时候啊，都得让人抬着轿子啊，身上披着军大氅，嘴里嚼着这个花生糖，手里还得抱个小火炉呢。那闭上你那死腚吧。爹，我们俩在这儿住不了多长时间。等过了年啊，我给你杨叔备点材料啊，给你们好好收拾收拾，不比咱们山东老家的房子差。嗯，要是能整的材料，我们俩就自己弄了，不麻烦你们了。嗯，看把你给弄的，哼。孩子，我们两个当家长的是尊重你们的选择，可你们也得尊重我们，啊。过两天把鸡给蹬了。你们住在一起总得名正言顺的吧？是不是？是，哎，要不我们的脸上不好看，我们可不想让人家在背后啊说三道四的，行不行？啊，行，你们放心，我跟门儿过了年就登记。嗯，我跟金虎哥都说好了，你们就放心吧。好嘞，行了，你们收拾吧，咱们走吧。哎，走了啊。哎，好啊，赶紧收拾收拾。行，好。慢点走啊！上叔叔，慢点走。哎，你们慢点啊！他对我真好。怎么了？咱们怎么老糊涂了？嗯，他们现在这是非法同居，现在治安抓这么紧，万一他们俩被抓起来怎么办呢？你说的也是，那这事儿得赶紧办。让那两个小东西给耍了，都是你儿子的主意，说不定是你闺女的主意呢。不可能，我闺女没这鬼点子。你以为你闺女是省油的灯啊？我问你，他们背着咱们上北大荒是谁的主意？行了，别说了，这是封信。嗯。爹，杨叔，感谢你们的一片心意。这次我们回来几年没见，我们都觉得你们俩老了。当年我们是赌气出去的，可是没想到你们时时刻刻牵挂我们俩，像父亲更像母亲。我们真的想家了，真的想躺在家里温暖的炕上再也不走了。可是我们不愿做你们翅膀下的小鸟，
还是要出去闯。当年你们能打天下，今天我们就能闯天下。我们主意已定，不要找我们，我们会好好生活的。我刚才到车间的热饭的地方看了一下，我看见了最不愿意看见的情景，我心里都很难过，很难过呀，同志们。我知道你们都不容易，都饿，可你们怎么能在上午就把中午的饭都吃了呢？啊？你们怎么能够撑下这一天的活来呀？我可以告诉你们，咱们公司的何经理到北京开会，捎回了一个消息。毛主席他老人家自从自然灾害发生以后，就不吃肉了。有一天，他的警卫员在他的菜里头放了两片肉。他老人家发脾气了，他流眼泪了，他说全国人民现在都在挨饿，我怎么能够吃得下去？同志们，一定要相信我们的党，相信社会主义国家，我们一定要跟党一条心，啊，同心同德战胜这个困难。我打过仗，我知道，现在那是苦。可是打仗的时候更苦，我们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，打败了全副美式武装的国民党800万正规军。一定要相信我们的党会带领我们战胜眼前的这个困难。你们啊，以后再也别这么做了，好不好啊？从明天早上开始啊，来上班的时候把饭盒都交到我这儿来，咱们呢统一保管，统一开饭。我告诉你，谁要是破坏了这条纪律，我就开除他。那下一个地方再看看有没有人买。今天要是都卖光了，明天就多烤点。有一分的、三分的，还有五分的。哎，你要哪个？给大娘来一分的。哎，看看烤地瓜了，有没有吃地瓜的？又香又甜的烤地瓜了。喝吧，来，喝点水。金虎哥，你先喝吧。我不渴。
来，坐下歇会儿。金虎哥，您弄完了吗？啊，快了。你小心点，别砸着手。没事，放心吧。别干了，水凉，一会儿我来洗。没事儿，还是我洗吧。妈，我觉得咱们这地瓜不够了，回头咱俩再到乡下收一趟去。好啊，那咱俩一块儿去。哎，就在这儿。你们干什么呀？你们俩住这儿？啊，怎么了？报户口了吗？这房子是我们借的，报什么户口？那也得报个临时户口啊。啊，那行，那我们改天去报。现在不是报不报户口的问题。有群众反映说你们俩是非法同居，我想把你们带到派出所审查一下。你说什么？我们俩非法同居？还审查我们？我们俩是兄妹，什么叫非法同居啊？是吗？你叫什么名？尚金虎啊。你呢？杨门。你不说是亲兄妹吗？怎么不是一个姓啊？我妈嫁给他爸了，所以我们是异父异母兄妹。异父异母兄妹住在一起，这关系谁能说清楚？我们两个的关系清清白白，你可不能瞎猜测。我瞎猜测？那好，我问你们，你们俩哪个单位的？有证明吗？有户口本吗？你爸你妈住哪儿？你们家在哪儿？怎么不说话了？你们俩是不是盲流啊？在外地犯了罪，跑这儿躲起来了？哎，这位同志，说话要负责任的，你知不知道？话不是捡起来就说的。那好，我不和你磨嘴皮子，收拾东西，咱们到派出所说话。现在正住院抢救。同志，人是我伤的，不关他的事儿。再说，我也没想会弄成这样。你们有单位吗？有，黑龙江青年抗荒团的。尚金虎，你父亲叫什么名字？在哪儿住？在哪儿工作？事儿是我们干的，我们自己负责任，问他们干什么呀？你也不想说？对不起，我也不能说。我们怕玷污了我们的长辈。厂长，门开着呢。厂长，有人看见金虎和门啊，被派出所给抓了。被派出所抓了？为什么呀？我不知道，你赶紧去看看吧。谁呀？来了。铁龙，赶紧跟我走。干嘛去？快，赶紧走！快拿上衣服。哎，干嘛去啊？又有肉吃了？啊？这件事就这么定了？啊？好，好，好。好，
同志，你们有事吗？你们凭什么抓我和他的孩子？哦，这么说，尚金虎和杨门是你们的孩子？啊。这两个孩子嘴可真够硬的，就是不交代他们父母是谁。你们叫什么名字？家住哪？在哪个单位工作？请各自说说吧。我叫尚铁龙，住在鞍钢的幸福大院，鞍钢二分厂的厂长。他叫杨寿山，跟我住一个大院，一分厂的厂长。是你们二位啊，早就闻听大名了，可是你们俩养的孩子可不争气呀。他们怎么不争气了？这两个孩子非法同居。啊？有群众举报了，我们的民警去调查，还被他们打伤了。受伤的民警现在还在医院接受治疗呢。本来是不大的一件事，可是他们这么一来吧，案子闹大了，属于流氓滋事，我们只有移交检察院了。检察院？哎，那是要上法院吃官司的。你们凭什么说他们是非法同居？啊？什么流氓滋事啊？他们两个有情有义，打小就要好。是啊，就差这一纸婚书了。那我们两个准备这两天就去给他们登记。你们凭什么抓他们？我们不管他们是不是有情有义，你说的很对，他们差的就是一纸婚书，可是没有登记，住在一起那就是非法同居。非法同居你知道什么？那就是流氓，当着流氓还打民警，这叫流氓滋事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你再胡说八道，我摘了你的口条。你再说一遍。他们是不登记吗？那是赶上过年了，没法办理，等两天不行吗？闲着没事干，你们管点什么不好？你管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干什么？闲着实在难受，你跟我说呀，到我那厂子劈生铁去，累你们一腚沟子汗，你们什么闲事都不会管了。老尚，别激动，冷静点啊，有话慢慢说啊。我能不激动吗？那是我的孩子，不是大街上的野猫野狗。你们还是警察吗？是为人民服务的吗？再不放人，再不放人，我砸他们！哎哎哎，老张，你看，我能不能冷静点？咱们有理，有理走到哪儿都不怕。这位同志，让我们见见孩子吧，啊！我真没想到啊，你们俩这么有名的人物，还这么护犊子。看看他们去吧。你就这么不待见你爹？你为啥老逼着我呢？啊？那我是少鼻子还是少眼睛，把你吓成这样了？爹，不是我不愿意跟你一块过，你一个人已经挺难的了，我不想拖累你，你就别管我了。你是我的亲骨肉，我能不管吗？等你有了儿子呀，你就知道当爹妈的这份心情了。也许吧，可是……好了，咱不说这个了。你跟我说说，你是怎么把那警察给打倒的？啊？用的什么招？我就不信你小子有这两下子。哼，就是我在北大荒那会儿，嗯，我跟魏团长学了两招。韦德牛。啊。韦德牛那两下子都是我教的。他是你教的？当年在我那些个徒弟里头，韦德牛的功夫是最差的。不信是吧？来，那爷俩比划两下子。
真来啊？出招。两招。小燕儿，走！爹，没事吧？怎么了？啊？没事啊，没事。一会儿，这地不滑呀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，这么大年纪了，注意点，别摔坏了。啊，谢谢，谢谢您啊。爹，我刚才出手重了。小燕还真行，那怪不得能把警察撂倒呢。之前数十年你撂不倒我。是是是，您最厉害了，刚才您是一时大意。行了，儿子，你长大了，爹我老了，哼，不服不行啊。爹，刚才您是让着我的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闹到这一步，这就麻烦了。爹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不愿意在你的保护之下长大，我想自己在社会闯闯，就算我撞得头破血流，我也不后悔。可你知道吗？爹心疼。爹，我就是生铁疙瘩，不经过冶炼锻造，不会成好钢。你就放手让我去闯闯吧。行，有你这句话，真是糊涂。你这不是疯了吗？啊！你不住院，回家就是等死。老田，你不知道，他们两个人要是知道我有病了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我不能再拖累他们了。